激動嘅。来八支、十支、来十五支哦，你来两百，安尼拢关掉未？少一百，我买够了吼。一份给我，一份给我。谢谢你们。来，阿杰小林要吃哪位？我留一份哦。少一百吗？哎对。来少一百，阿杰老姐，你看两个老姐。来牛二两鸡腿排包好了，来刚才谁买的？来挂签给举牌，来这边帅哥来，来过来，感谢你。来要吃铁路猪排，来来两百块得。你除了装修能解除这个坑之外，没有其他办法。来两百块铁路猪排两百，鞋穿啊。然后在营外停干包，我这边拿十块给你啦。精神，来两百块，我你安排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嗯，所以你顶下铺盖那些东西都是香烟。装修。哎，有去摸灰靠红地红林的。啊，我的人足骨啊，我没得摸灰，所以红地都很偏经典。来十地两百块来，铁路猪排超好吃的。技术我准备完，哪家都有这些哦。来五地，来七地，来八地，九地，来十地，铁路猪排用煎的就好吃了，不要再问他怎么煮了哈。来五片，来八片，呜来，来十片给你，来铁路猪排，来两百块来。你是安怎啦？你啊已经超过三个啊，七，八到十。来两百块，最后三位了，赶快没有铁路猪排了，来五片。来七片、八片、来九片、十片，来最后三个客人，铁路猪排真价后价，真正的。你还没买到？我六块钱而已呀。我拿给我了，变来两百块得。我今天玩鸡的时阵，你给我啊，铁路猪排两百块来六袋，来七袋、八袋、九袋、来十袋，你来两百块来开心啦吼。来，我这规个团队拢无啥正常，来听咩？大哥你要什么？也要有啊，这路啊，这路啊，这路啊，大家都随和哈，很水很水，比你来讲。来，我得来，最后姐，多好，最后一个客人十片，最后一位了，来两百块。还没有买到铁路猪排的陈秀文娘，你可没点好嘞牌啊？来，两百拢话咩？铁路猪排，多有了哈，谢谢。来，要吃麻油。麻油野菇春鸡，哎，这鸡很大只哦，餐厅在用的哦。来，一只不用四百了，来三百块来。来，我来要吃麻油野菇春鸡吧，哎，这鸡大只，口味又好。一只三百，两只六百，两只你做一俩，真鸡足贵。你甲边个签名拜拜，个名还都无给，两只总计六百，我得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来。一只三百，无你吃袂，要吃好啊，哎呦，惊个。冰无路啊，搁买两只，啊吃三百无？来，这两只先白白，这样一只，来伊啊五花斤，赶快上哩，来两百五。要吃麻油野菇春鸡的，真的很好吃，来两百五对了哈。鸡啊够欠的，来去欠鸡我甲摕出来面，来虾啊两个两斤。来虾子刚才谁买的？大哥来谢谢，来个几位来小姐的，来。他们讲鲑鱼哈。吃鲑鱼要吃蒜鱼啊，好，鲑鱼先啊，起起摆来，来鲑鱼下包五百块来，两包一公斤哦，用煎的用烤的，主味真超好吃的，来五百块来，鲑鱼下包，来五百块来，这两包一公斤卖五百，不然要怎话？我卖较少好不好？但是我无下包哦，你真正要吃开五百开四百，来三百块完了，安尼一公斤三百块的猪皮所真正好吃，来两百块呢，四个客人而已，鲑鱼下包没有了，来两百块，有人要吃下包无？不管阿妹吼，我同样吼，来下巴好，谢谢。弟弟这边呢？那边刚画滚呀，被你们秘录呀。他们要吃鲑鱼，你拿下巴。在这边上，你搞功德啊不？飞机摆客过。你卡的啊？你还袂听是啊？你讲几多？用嘴也袂听，用嘴讲啊？你。来，有水无？我心嘛疼啊！来，要吃鲑鱼，卖卖几千，卖开八百，有大跌无？都涨价了，我一样卖你美女，来五百块完。来，招头一个人给吃鲑鱼，来两条，刚才没有买到的快点啊，赶快上哩！来三条五百，来四条五百，来七条够开对，来五百，五条恁来啦，不要笑啊！来五百块鲑鱼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片哦，五片哦，来鲑鱼五百块，没有买到的等我。哦，无必要等我，无必要等我。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，赶快。哎，碎碎碎碎，哦，这鲑鱼漂亮。来五百块没有拿到的，等我一下，我装给你来。来五片，五片，五片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五片。来五百块来，够有人无看到吗？
你讲伊咩成用 call 你就全部一巴吓，喂我拿过来，赶快没有拿到的快点，快卖完了啦！你以为500块有五片哦？你外面买买看呢，连四片你都买不到了，都五片。来过来，我爸后来。在，我在。来，今日三无骑着过来，动作快。来，我爸后来。快点，还没有买的，赶快拿钱！还有，还有。来，我爸过来，鲑鱼都差不多有动啊，吼，阿你免惊啊，你五地五爸无惊的，无惊的出家呢？未使呼吸啊！你那两地五爸就等我你惊，那五地五爸那你，那个惊啊吼，得你笑。来，我爸哭，我刚醒阿谁啦哈？来，鲑鱼五爸都有弄哇哈，鲑鱼都拿到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你个咩上搞工？香肠，花枝牌来，花香肠，哎。哦，好，江明陈就送来，哎，大哥你好，来，我们讲花枝牌，五个客人，不要买200了，今晚拢起价啊，8000给你，啊，规矩10000啦，赶快来，100块了，五个客人而已，花枝牌，100块你要几份？你要2份，来花枝牌，五位人给你哦，我叫2份哦，我叫3位哦，好，收回去，好，别再收啊。来2份装一起，2份装，你三位对不？对啊，我2个。你呢？你多两个人。哎，谁啊？你今天吼最近吼，喜怒欢笑啊，变作笑脸的你了。不爱逃离的。来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了。哎，500还我。好，500还你。来，小香肠来。我有，真好，真好。来，听好，最后一包喽。还是吧，加你别丢，啊，别丢了吧。有啊，呀。4个客人，15个客人，爸爸是15个，15条，200块买无15条，你外口肉摊买看卖，15条买200买袂着，有买起来4个人给你来100块，15条，买不到，哦无啊，准你点，你的钱买个囥下袂着啊，对啊，好心买客出来无，2万块出来，来15条给他们4个客人买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哎，那花枝牌没买到，就要买这个。没有买到花枝牌啊？谁没有买到花枝牌？大哥。存两个人给，这搞，这是一样的，给跟花枝牌同牌子的，来100块，两个人给回一根。来，好，多一杯，好好好，来来，不来不来不来。来，两个人给来，给帮我录20条，两个人给录个呀，录个完。两个客人了。来，要吃鱼肚的，他带一堆人没买到，这嘛全部吗？拢我开好不？要料的。那大鱼肚已经卖一大箱了，一大箱了，不是这个箱子，比这个箱子还要大的箱子哦，已经卖掉一箱了。这是刚才又找到的，可是我帮大家确认一下，那大花果吧，黑是没起的。哦啊，这有刺哦，因为它比较厚，它没出起过，所以它高。它高价台哦，给中低，给中高价，但是。一五七，这是伊唯一的缺点，但是五七一大块，下卖80-90块呢。老尾只系免500-400，我赶快当作好俗。啊，这你若要囡仔吃较注意，啊大人嘛，去迄市无介济其他来，尾只系免500-400，来300块啊。石目鱼肚来，有没有吃鱼肚的？虽然有事，可是也不便宜呢。这鱼啊足贵呢。来4块300，人要吃鱼肚无？来300块，互恁大家拢买得着无？鱼肚4块400块了，买无啊？开400，开300，要吃鱼肚无？哇，没有人情。一块搁送，来5块300。来鱼肚哦。一块搁请你，总共6块，500你有买无？来300，石目鱼肚300块6片给你，来300块来，请人出奇得会好，来300块来，赶快6片哦，6片哦，一片鱼肚剩下50块哦，疯了呀！来300块，4块、5块，来6块，我恁来，足够啦，足大块啦，但是伊就是无出钱，啊，你要吃小可注意的，这钱袂济啦。来300块，6片，不要怀疑的啦，4块300唔买袂，你6块，条干要拼完的啦，唔通去看来，鱼肚300块来，紧嘞，最后3个人的，然后来4块、5块来，7块我恁来300块，足甜足好吃，来300块，鱼肚都拿到了哈，鱼肚，好，谢谢，哦，啊，你可不可以爱三回金条？干杯吗？好，来6片哦，不是500哦，来300块来，3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无哦，一道360哦，今年哦，有钱都要囥较俗哦，来拢换哈，来大哥未来今年，这有钱哦，这有钱哦，但是
我坑他笑啊！我一只哦，要卖五万的啦，六袋卖五百，六袋卖三百。来，最后一个没有了，鱼肚。来少两百。春节问你，六袋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人给，到了一袋鱼肚五十块，去请人出钱，给七百块的好。来三百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鱼肚了，三百块。五四三二，这个等下煎了哦，大家你搞话题。来小香肠来，小香肠来，小香肠。来过来，感谢你。来，那个花枝手卷再装了哈，等一下来。来，是要清白者，要白鸡腿。来，卡拉进辣椒来吧，把卡买过来就，一包。一包是大白煮哦，大白煮做的哦，不是十白啊哦嘿，一包十袋，无骨啦。这里去叔叔遐有得买，迄、那个叔叔有啥物叫叔叔？伊个叔叔姓麦，名叫阿老，小老。还有啥对啊？哈，这是劲辣口味的，非常好吃。今天讲劲辣鸡腿堡来的，记得就是啊，不贵，做胖做加。而且这个鸡腿堡，它如果不辣，就没有那个口味了，就不会胖鬼啊。一包唔免四一到，唔免四百，来三百块钱，买一包回去用煎的用炸的气炸锅，到多少照没？大概三分钟卖完。唔免三百，只能三十出五包，只能一包，来两百块完，来两百块来卡拉鸡腿堡，来两百块来。卡拉劲辣鸡腿堡很好吃，来两包过来，哎，一包两包给够，好宝贝，玩得不好。来两包过来，卡拉劲辣鸡腿堡都拿到了吗？来两百块，隆重卖掉呗。卡拉鸡腿堡最后两包了，一包才卖你两百块，最后一包卡拉鸡腿堡隆重卖掉呗，两百块有啊，有啊，要收来啊哈，谢谢。来着急，好啊，你可别讲哪位来，算你个哇，来嘿，两个飞机镜头人来。小卷吗？还是鱼饼？小卷的。端上干杯啊！来，刚才谁说干杯的？飞机跟我家。干杯。这边哦。算你哥去修吗？他辛苦啊。要去旅行。来，干杯，拿起来吧。来，别讲算你也来。独家杯子，什么代志？阿华富也一百八十多十分钟到到，听好清楚无？听好清楚，你但你今日来去，伊来讲个。然后要食帅的五百块个，无大地，但是足够，很漂亮。哦，一边有小的独栋，一边没有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来四地六百，来五百块，小姐妹来帅你。独家杯一千块个帅你，各位家伙靠腰，我问问一下，你话五百？话计唔免一千啊，来五百块嘞。五条哦，你招姐妹来五百块了。鳕鱼，刚才没有买到鳕鱼的，赶快五百开出来，搁加上一点，来算你五百块嘞。哇，没人要插我。来六片给你，来五百块，算你五百块，招姐人给加算你弄完哈。来谢谢，来大哥要赶快赶快。你留下站起来先，好不？五百块啊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孤军奋战啊，那你。来五百，拢准备了没？鳕鱼，好啊，好，谢谢。无辜负的啦，无辜负的啦，哈。来干杯，买五百，两客啊，做一杯一斤哦。一盒半斤重，非常漂亮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煮汤、炒菜都可以。来两客啊，做一杯，免一千八百五百了，两盒都给你。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，两杯。两客啊，做一杯，来三百块来，两盒一起卖哦，你要两份好来。连干杯三百块来，赶快。来三百块来，动作快，动作快啊！来员工变三百，够三百块了，进来。一克三百，两克啊，变你三百，拢装备了没？员工变，都买到了哈、哦！哇，要死我！一克三百，两克啊，三百，你那个套路哦，春节两百嘞，员工变，通通买到了哈、哦！好，谢谢你们。来啊，需要什么来？赶快。花枝虾排哦，够水哦，加好。来，别吃花枝虾排，进进来，来，三个给摸出来了。来志文文，来七百块的，来蛤蟆一百块，有没有吃蛤蟆的？你现在蛤蟆很贵呢。放哪边住？住阿边一百块比较。你真正要吃较高半钱啊？拜托的，蛮无吃个蛋子，等于无住靠济，这哇的。来边一百边，还八十来五十块的，五十块来蛤蟆，要吃还五十块的蛤蟆，有没有吃蛤蟆？没有哦，没有，我要倒回去了哦哈。来，今天要提钱哦，我唔系用币的买盘的。来蛤蟆五十块，过来要吃蛤蟆哦。
较侪人买，我卖五十是买有较侪人买，唔是多要卖一年尔。哦，来蛤蟆五十块来，没关系，钱就钱就可以了。来，哥找你搞八刀，看我钱，九分多高哦。来蛤蟆五十块来，来蛤蟆五十块，只有两个啊。还要收啊，我无咧画五十个讲，我画一个蛤蟆二二六六。来弄我哦，来你先搞包开三个人进来蛤蟆，包三分几好啊？来要吃花诶。欸墨鱼虾排，墨鱼虾饼就是花枝虾排啦，看得到料的哦，哦，小伙计啊，这包装作水啊，我靠，那个包装作水，我刚就讲你唔免包装作水哦，话你介绍吼，上好我得，因为这真正无俗，这一个啥哦，里面有十片，用煎的用烤的，气炸锅都很好吃。稍等一下，蛤蟆马上好，来边进来开五百块来，一天卖你三百多，两天卖六百，来五百多，花枝虾排哦，来边吃无，手工的花枝虾排，来五百块来。超有料的哦！我唔相信你唔知这什么物件，这是外口买一个真正三十几块的物件，真正看有料的哦，看得到料的哦，来客个，先招一个蛋钱五百块啦。这两件是无可能五百块买得到啦，免看啊。来招一个人家买来，头家走啊，我袂好俗，袂好玩得，真的很好吃，来五百块。啊，真的不会买。这物件如何哦？我得如何玩得？因为恁都唔捌买过，这两天起等去煎看卖，试看卖，免五百，四啊五，有恁一客啊钱咯，开始吧，来三百，三百块来，花枝虾排超好吃的哦，来三百块来，没有人拿钱哦，好尴尬哦，为什么这样呢？来小姐要来，来三百块来，好嘞。哎，阿妈，我爱讲啊，了钱啊，两天三百了钱啊。来加了五十块，来二啊五了，袂见袂啊，一克啊就爱二啊二啊啦，两克啊本钱来四百四十块了，两盒250，袂随便卖来，来三个，起笑，无想要再对啊啦，三百块已经无赚钱了，佮加了五十，二啊五，唔是要一克啊，是两克啊花枝虾排，真的好吃，上面写墨鱼，墨鱼就是花枝，哎来，二啊五年，来小姐们来。来，等一下我来找你钱，稍等一下，没关系哈。来，两百五够了，宝贝的吧？我一下子五万不一样哈。花枝虾排疯了，两盒三百还要降价。来，一样我龙王哈，花枝虾排赶快收起来，不要再乱卖了。二来多利鱼来，来蛤蟆好了，来蛤蟆刚才三位来大哥来，来都一样，你来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探左马里，捌去食过不？探左马里啊。我甲恁头讲好啊，你若为遮哦海线去台南哦，要去安平哦，恁会经过一间建筑物，迄就是全世界上大间的碳桶哪里？迄碗米金的股东，恁以后要食哦，请你们加上钱，加水这个用。对，这是遐的虾呢，就是那边在烤的，一只一百块，帮你烤到好。阿姐无我盖家己烘哦，佮帮你烤到好，碳碳桶哪里还家己烘呢？一支一百，这烘好一支百五而已。但是哦，这个厂商再来哦，发新没了钱啊，因为哦，这员工哦出错，这是到四月九号，啊无，一支一百做好未？我爱讲啊，厂商没了钱，我就了你来三支三百，有要吃无？来两百块完了。OK， 走啊，来一支搁送你四支，一支搁请你五支，一支搁送你，总共六支四百八十，来两百了。探索马里椒盐鸡腿，这是椒盐口味的，不会辣。来两百块来，四支五支来，六支哦，你存几箱两块啊？椒盐鸡腿排，探索马里的口味，来阿贵来。来先生，拍手拍手，谢谢。给六支两百块，你们不疯哦，都没笑你个狗。来两百块，小姐要。我帮你了，我帮你。来两百块来，四支好啊，行啊，来，买个手啊，好。来再个姐，买个手啊。来两百块来，六支六支六支。等一下哦，都拿得到，都拿得到。来个姐要袂贴哦。来，进来来，两百块俩。探索马里椒盐鸡腿，用烤的，用煎的，用气炸锅，时间要记住，四月九号啊，要记住时间哈。二啊，你阿麦哥喜欢换这边，不然还没关掉。来，阿贵啊。喝，好没有？等一下找你。来，这边还有一张一千的，是谁的？大哥，大姐，大哥，大姐。他们都拿到了，我确定够，我再收你的钱，不好意思。你是要怎做？这个过来还没看到的，哦，过来给你。来椒盐鸡腿，来三五百谁的？来四斤，来五斤，来六斤哦，你给你。对，他的，他还没拿到，他还没拿到，他还没拿到鸡腿。来两百过来，
啊，就出一个有包好唔平，有人我扛唔起，我来。小圆鸡腿来，够三百块了，来宝贝，来大哥来，来两百给我来，来喝啊，那春节的不？来司机，我去啦去啦，过来了。你们那地方干啥哦？你看春节两鸡的是出来啊？宝贝吧。有，应该三鸡个标零三元钞钱。阿伟，好。那个也没有，哎，还有啦，但是下个礼拜六应该没有了，六日都没有了。来，玻璃，大哥别挨打，接你后。玻璃一个碗，阿彪不明天是吧？来，黑啊，我来。来啦，天使龙虾啦，变较好个啦。两公斤，两公这里半。开始，安尼五个人去呢，五个客人而已。一个人大概吃一斤左右，但是我先跟你讲的哦，这边等你别煮吼，用真诶甲用行诶两种方法得，剩诶你莫唔吃啊，莫讲我傻傻落去食咧，安尼歹食，莫讲我吹吹落去食咧，愈扁大愈歹食，这种虾啊叫做骨啊虾啊，袂使扁大煮，用行诶啊袂用真诶两包尔，蒸也破蒸也破破啊，这是生的哦，不是熟的哦。五个客人，一个大概一斤左右啦，我没有称重啊，哈，啊就了钱，唔免六百，唔免五百，一人就五个人去，来两百块我都，唔啦，三百块我都开始换掉。来五个人去两百了，进来，两百块，五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。五个而已哦，来三个，来四个，来最后一个，好没有了，来回来，全部拢为挂价。一半搁挂一半，五个人可以全部包完。我唔知啊。你包小费啊？懂咧。无啦，我爱较大张的，我较爱拿实的迄种。关照好吧？无，我爱规本的啊。大大欠啊？无啦，无啊，无啦。来黄鱼500好来。以前拢摕规本的习惯。野生黄鱼杀好了哦，真空，这样你回去不吃，冰着也不会坏掉。来两尾哦，你来三尾哦，你，安尼500块，有人要食黄鱼无？我恁大家拢买得到无？其实野生黄鱼比养殖的还要贵，贵很多。但是它养，伊不是饲的，所以无法多做大只。但是肉一斤才足斤，来四百五百哦，你唔免八百，唔免七百六百，来500块招一个人去。好，去干嘛？前几晚今日开500，开400，你整红烧，来300块了，招一个来五百哦，你来300了。野生黄鱼5只，烤腰科化学兄弟。来300块啦，我紧啦，五百二零啦，来黄鱼300块来，终于啦，真正了钱嘞，今天来黄鱼300块来，三百你来买袂啦，卖讲五百，这都杀好了，回去你直接解冻，哦啊水吼清水甲洗一下就让蒸啦，来500、500无买袂，你300两黄鱼，野生黄鱼5只哦，来300块来，够人无买着黄鱼无，较紧嘞，好一五百300多，我卖开玩笑好不好？鱼哈越来越贵了，没有越来越便宜的了哈。啊，你来吃拜六礼拜来吹咱哦，吹几块扛棒啊？买个鱼啊，你吃几个小的，来300块卖看你起价啦。哦，俺头家的心脏作用的你啊，过年挂大乐，阳台挂了偌济？1000万。你冇白讲好不？我头家有在看直播的，被扣掉500块。台北300万刮刮乐开都着500了，真正做公益的先驱。那要吃500块汤，以后吼过年，今年过年我决定做刮刮乐，我头家刮。哎呀，再来300，最后一个人给黄宇50都有了哈。